可以说吗？有个福字。这个老虎像猪一样，你看，我画的好凶，你觉得一猜一猜吗？我用了生动的语句来表达，老虎怎么这么像猪呢？这个词语呢是一个很常见的词，然后这个动物，对，他说了一句啊，好痛。然后这个动物呢，他就想跳过去这个动物。我想表达意思大概是这个。祝新的一年，大家。工作顺顺利利。